奶奶，奶奶，你还回家对不？今天是2022年的4月15号，礼拜五。奶奶要吃饭了，好，吃饭。今天比较早下班，6点50分下班，奶奶也起来了，推着东西要去吃饭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奶奶今天吃的东西好了。奶奶过来了。奶奶今天的午餐在这边。哎，晚餐啊，说错了，晚餐。奶奶吃的晚餐有饭，还有这个笋，还有鱼肉，还有这个茄子，还有肉，还有这个红糟肉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奶奶过来吃了。OK，我就记录到这边。这是奶奶今天的晚餐。